南方造油器长男之下有四个职业啊，要玩哪个职业啊？郡主是萝莉耶。乐师哦。萝莉看起来，哎，我看到小裤裤哎，萝莉好像可以哦。这边还有时装预览。进来吧。噔噔噔噔噔。画面开始了，画面看起来好旧。嘿嘿，看起来是有的。萝莉拿笔哦。哦，雷吉，刺客，你先上武魂台上绝情舞。啊，这个人物有点小哎。这样子被下面的对话框给挡到了，免血了，我每次都会把那个弄在最下面。这什么？原来是因为你，我的武魂才好，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弥补我的损失。只剩150，厨子萌宠时装，厨子就送这一件了，不要了，一点都不漂亮。战魂之力、啊、是什么？嘿，镰刀妹，他战魂就改成镰刀了，好凶哦！再来看一次，这就是战神之力，这么强大！战魂品级的高低对自身能力有巨大的影响哦。品级越高，打败 PK 效率越高。哎，他这个配音是台配吗？好像台配是不是？不不不不，好假哦！他是不是出了6年了？6到8年应该有了啊、哦。这辈子倒是很正啊，做出来的吗？哎，萝莉小小一只的啊，看起来就不美观，四招都有了。带智归棋，带智归棋，刷，打攻速的，操纵起来还蛮顺的啦。点血 NO 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坐骑刚刚没有移动哎、欸，他用飘的哎、欸，快点跪。啊，换角色好了，萝莉太小了，我们换这个好了，希望他可以给我一点刺激。这个高度可以。仪式已经开始了，家主他正在武魂台那边。这高度还算蛮正常的、啊、哎呀，那个什么战力加什么的挡住了、啊、我弯了视角都被挡住了、欸、哎，好像有、欸、看到了啊，嘿嘿，爽耶，是不是爽翻天呢、啊、这才是我想要的战魂，他战魂不知道是什么，水月怒涛，怎么一直在过任务啊？有没有什么战斗的地方啊？水月风旋，哎呦，高挑的小红帽，
这次感觉看起来技能释放是比较好的。战魂，那战魂是什么？大招。哎，他刚刚那一位萝莉是镰刀啊，这位好像直接开大招了。战魂品级的高低对自身能力有巨大的影响哦，品级越高，打怪 PK 效率越高。听闻秦长空被内定为玄灵宗弟。有一位萧先生是为我的朋友，前些时日在为我。哦，第三招，请将这枚红豆送到临水镇外的仙域。来了，又是这个坐骑，很假的呀，这个坐骑。烟落爱之锦石，他刚才用飘的。爱之锦石像的豌豆黄，待伤愈。烟落爱之锦石像的豌豆黄，待伤愈后一定去买一些。美若天仙。这画面怎么会那么亮啊？差点忘了正事，一会儿会有一对新人来此处举办婚礼。点燃烟花。还有其他地方还有什么？神龙，提前解锁骑乘体验呢，还可以体验了。红叶两枚。哦。你的心意我懂了。这个啦，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好猛哦！14.99，就400多块啊！我这样说我是土豪，他们就相信了。啊，一条龙，龙看起来像塑胶做的，塑胶呀！技能都有了。我边移动边开招哎！啊，免洗翅膀来了！试试黑石轻功，一个跟斗108000里。轻功哎，苍蓝之下竟然有轻功！嘿，哇，他飞还可以攻击哎，这个吓到我啊！你看他飞还有技能可以开耶，他第一招好像也不错。啊，全部都挡住了啦，飞得差不多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破土啊！击败方家长老，也是差不多了啦，释放技能就还行啦，不过画面就是很旧的品质了，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，大家拜。